现在那个王世坚有被讲说有芙蓉命哦，又被他骂过，人就更上一层层境。阿弥陀佛。每天被王世坚追着骂，平常听到这位科黑大将总是一脸嫌恶的柯文哲，一反常态，对于王世坚的任何提问，全都双手合十，一句阿弥陀佛。过年到了，我们都在讲好话，阿弥陀佛。最近有遇到果冻了，果冻跟我讲说，你要是遇到那个，你是在心中圈圈叉叉，很想骂的，你就说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了。原来是遇到了法师提点，但柯文哲的佛系回应，王世坚可没打算放过他。果冻法师对。他柯文哲的第一个提示：共高我慢，小心你自己傲慢的心态。柯文哲现在已经自我膨胀到他认为啊，宇宙是以柯文哲为中心呢、啊。反击柯文哲，法师的话都没在听。对于柯文哲近日行程满档，先提出228要挑战一日双城，可能会到高雄会见韩国瑜。王世坚酸溜溜的建议他别作秀了，从圣斗寺灵骨塔骑到塔城街就好。接着柯文哲安排四月参与妈祖绕境，也被质疑是要挽回下滑的网络声量。民间是消妈祖。柯文哲不是消妈祖啦，柯文哲是消中痛啦，获得妈祖 的救赎，来拉抬他现在越趋低迷的民意嘛。柯文哲、王世坚这对政坛冤家，从年初斗到年尾，连互尬吉祥话都效果十足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啦，他应该感谢说，我教得好。欢迎收看《林吉祥》柯黄明、张元春台北报道。